不能射到，我毕不了业了。你要相信自己啊！啊，迟早要面对的嘛。这样啊？对。回头，然后呢？往后拉，一样啊，刚刚的动作。什么刚动作？拉弓。然后呢？我是用右眼还是左眼啊？右眼。哦，右眼针嘛。右对，右眼去瞄准。有很多小朋友对你说的话，你放心吧，他们。感动哟，这个一定要留着嘞。哎，对呢。你等一下是要拿真的弓吗？对啊。啊。很期待吗？啊，不期待。太近吗？还是要再后退一点？我不能射到，我毕不了业了。你要相信自己啊，换你啦。啊。迟早要面对的嘛。这样啊。对。然后呢？往后拉，一样啊，刚刚的动作。什么刚动作？完全。嗯。往后拉，这样。很好。然后呢？贴到下巴。贴到了没？你自己觉得有贴到吗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先瞄好了，拉弓。然后呢？我是用右眼还是左眼啊？右眼。哦，右眼针嘛。右眼去瞄准。好，贴到下巴。这样有下巴了吗？好，可以。瞄到就可以放喽。左边。在哪？左边。好，没关系，来，我们三支结束，啊、可以吗？啊！不是，他、啊、为什么是教练拿弓？对不起，你的弓放这边。等下射一个一分就算了。哎哎哎，要对我有信心。你只要射在蓝色内都可以。七分。有了，有饭可以吃了。耶！送给我的同班同学。嗨 ，Hello。我有准备小礼物送给你们，感谢你们陪伴我一人一袋。姐姐，我们也有礼物要送你。这里，我先去我位置上，是不是？该不会是烟火吧？那不是。不可以哦。对，你打开。打开来看。有很多小朋友对你说的话，你放心吧，他们。感动哟，这个一定要留着嘞。哎，对呢。那因为我知道，这是他们就是那一届那一年这样的，他们的算是他们的战绩吧，我觉得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份情深意重的礼物。